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十七届杰出校友曹冯甫，国立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，英语学系53级，从事语言研究数十载，在取得南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后，便于师大英语所、清大语言所坐育无数英才，并扮演华语、闽语、客语推广的重要推手。由于学术成就斐然，不但获颁中山学术著作奖、国科会年度杰出研究奖，更荣任中华民国台湾语文学会首任会长、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、人社院院长、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要职。曹冯甫广泛又深入的悠游在语言学、文学领域，无往而不自得，为台湾语言学界开创多元融合的风貌。曹冯甫尽心尽力，这么简短却有力度的话，作为处事一贯的信念，纵使遭逢突如其来的困难，皆能无所畏惧，以逆来顺受、随遇而安的态度达成使命。至于预料不到的批评，就以幽默感化解，让它随着光年的流转，磨钝伤人的棱角，以温润自己的内心。台师大杰出校友曹冯甫。